这个锁子得换，这个锁子不怎么好使。行，我感觉三三五位置有点要绿了。嗯？不用关了，一会儿你出去。酸辣他嫌酸呗，他也不吃。哎呀，这下午，哎呀，土豆没摘。明天摘土豆，还得下午摘土豆。明天在咱家摘土豆。嗯，行吧。羊崽，你放不放出来吃口奶？羊崽放不放出来吃口奶？爱心奶放不放出来？对，看爱心在里面干什么了？啊，你听见动静了？哎呀，这小乖乖这么聪明。你这么精呢？看这四大金刚。啊，去吧，啊，去吧，去找妈妈吧，去吧。哎，你找没找着妈妈？啊，妈妈没来呀，去看看去。嗯。这边没有好吃的，来干嘛？这边没有好吃的。我说他妈，那谁他妈，我这边没有好吃的。不知道吃着了呗？那他们都是冲出来的。那他要没吃着，哪能那么悠闲？赶紧掏出好吃口奶呀！都皮着我看一眼。嗯，吃了，吃不少。哎呀，吃了不少呢，那里头还。啊，吃不少，没少吃。苞米碴是硬，你信不信？苞米碴有点硬。当海海哈，这里面这小羊崽哪去了？这里这个，我怎么没看见？啊，来巢跟前了，是吗？看那么大的小羊人，长像爱心这么大，其实也不容易，是不是？瞅瞅，司马懿给这个小孩起个名，没起。这司马懿说起太多，你都记不住。不是记住了，这四个。安利安家。安心，再告诉你，这是迷你小公主。安心，也迷你小公主啊，这是，能不能行了？你说。安氏家族的，才氏家族现在再来一个，这叫安什么？才是这个他这个才是这个没赢去，这是迷你小公主，他没赢去。清凉一下。行行行，叫暗井，如何？挺好，叫暗井，能记住？嗯。呀，这怎么又那什么了？我得弄一些。嗯，又没电，我得拿台阶上。暗井哈。嗯。景色的景。啊。啊，暗井好，妥了。说不是，什么不是？那不念井吗？还是念影？也行。看我也行，啊，你也行，行，我得拿台阶上一冲。看你们家这四大金刚，我兜里也有一把钥匙，你也换衣裳吧，可别僵尸让人笑。来，打字。
打快了啊，那成熟，成熟，成熟，那多大个事儿啊？成熟就完事儿了呗。没准对他也好。嗯，对呀。真的，谁找真的？那个那什么头哪去了？老头那个头呢？烂我的包，全是包里。啊，就是井这坨了，在那包里了。金鸟有饭吗？把饭得做上吧。景这挺好，这个景挺好。冲上了。挺好挺好，不错。这一天多好，看着风景回来还能看着羊，不错。冲上了，对，呵呵，你听见响了，这不是？这就是一上午的劳动。等一会儿，先不吃饭，没有菜，你哥一会儿上集，你哥去赶集去了，你哥去赶集去。没菜，我说糊弄吃一口得，他不干。嗯，你哥上大集去，带条鱼，不带条鱼了。不带挑鱼了，买点儿青木蓝菜能吃就行。什么老你出，老你出什么老你出？不能老你出。你已经出的太多了，不可以。
今天我也迷迷糊糊的，你熬夜熬的，熬夜熬的是吧的？你熬夜熬的，熬夜熬的受不了，可不就迷迷糊糊的吗？等一会儿中午的时候，一会儿你睡一觉，你睡一觉，好好睡一觉。嗯，对，你困的都迷迷糊糊的，你歇一会儿，好好睡一觉。你必须得躺一会儿啊，你这就躺着吧，去吧，咱姐搁这上也充电了，你躺一会儿，好好睡一觉。这觉睡不好不得劲，不得了。嗯，对，觉没睡好不行，你睡一觉吧，啊，睡醒了带上直播间来。嗯。嗯，好好睡一觉。好的，拜拜。江树女儿美不美，
过一次。